땀 나면 왜? 땀 나면 내가 얘기 안 하시면 안 땀 나면 잘 나도 못해 잘 나면 땀 Hello 大家好 看我们上面挂的红薯没有 这个都是红薯 去年留下来 当种子的 现在已经被在我们家里挂的黑黑的了，因为我们常年烧柴火嘛，熏得发黑，但是它已经发芽了哟，有很多发芽。哇，好黑呀！你看这牙好长。哦，这肯定是紫薯。它发的芽都是紫色的。好多芽。芽。 地里面去选吧，给玉苗根选。我种的豆长起来了，但是我种的瓜死光光，没死光光，还有几颗好不好？这一排一颗都没有了，茄子跟辣椒长得挺好的，茄子跟辣椒要施肥了，这里真的一颗都不剩嘞，一颗不剩。这有两颗。 是因为我们种下去之后呢，就第二天就下大雨了，淹死了。那下几天雨，淹下几天雨，太湿了，它也会死。对，太干了也会死，好难伺候。哎呦，掉了一个芽，都断了一个芽哎。选一下，不用种这么多，那不还剩很多啊？选一下嘛，哪些没有发芽就先不种嘛。 把发芽了的先挑选出来种下去，这个才叫真正的种红薯。玉苗。对呀，种红薯就是玉苗啊。这根藤都是好的，这根藤它还是绿的，你看上面还长芽了，这里面这几根藤都长了，都发芽了，我的天哪！ 挂在上面一年了。嗯，它还长了啊，一年都还在发芽。没有一年了，几个月？半年应该有了。你看，就拿这根藤来摘就好了。<笑>是吧？嗯。这边还有好几根。嘿，都老了，这藤菜。 种的太多了，又吃不完。我们拿去种，拿去卖。嗯哼，还卖，送给邻居人吃好了。邻居他们也不要啊。哪也不要。要就送给他们。哎，我那留啊，管窑外啊。管窑那慢慢细细也可以了。买那些烂的，烂的，那大多那些烂的。有两个品种呢，这种是里面紫色的，然后这种皮比较黄的，里面是红的。 这种红的比较，发芽的比较多。来，我们这是玉苗，其实玉苗不用育太多啊，因为待会它一发芽一长起来就会很多很多的枝条。 我们就直接剪枝条，就移栽就可以了，所以这个就随便种就好了。多了，丢在那里不多。我挑一下，如果有一些不怎么好的，我把它淘汰掉，就留好就行了。这两个没啥。
好的不说。就是，本来就是嘛。你来，你去领呀。干嘛？挨骂了吗？那本来就是。种没有种好，你就说怕老鼠。那个黄鼠就怕老鼠啊，用那个，那也不是有几颗这个吗？这个老鼠不会咬。什么是这个？什么是那个？那个灯。好意，搞定搞定，还有剩，还剩一点红薯。现在过来，行外了呢，分白你送我来。鬼肉了，行外外呀，外料呀，外料鬼肉，那国外料要少得。他那个冻的哈？冷冻啊。这个拿去吃。哎，这冷冻哎，好美味呢。就这个呀，我去烧点木炭灰啊。烧一点木炭灰，然后再来装修啊装。辣椒苗，我们种下去的时候没有施肥，现在再来施肥。我发觉开花了，真的，你看一下，好快呀！赶紧长茄子。四季，啊，四季豆也可以施肥呀。可以啊，那你来施肥呀。你施肥。我知道要施肥啊，那你为什么不来施？这种轻松的活就给你做，重的活就让我来。我发现这两颗菜好特别，这么大一块菜地就只有两颗。嗯。独一无二，不是独二无一，就两颗。有什么特别？那时候移栽时候就留两颗，这也肯定了。没有移栽啊，这个是移栽的吗？那个地方是育苗的啊。哦，对，对对，你讲的对。你外面呢？我们母鸡没下蛋，他们说把它屁股剪下就下蛋。那蛮老有个东西，有没讲啊？啊，没有胳膊凹倒呢，给个叮当背的。这个小子是跟他一起的那些母鸡都下蛋了，然后他也天天到窝里面去蹲，就是不下蛋。然后有个土方法，他们就是上面会长一个那个这么长一节那个什么肉质一样，把它剪掉，它就可以下蛋了。又难得掉头又败了。每天到窝里面蹲几个小时就走了，然后又下不下蛋。